如果跟男朋友在床上的话，会有心理障碍吗？你说我有心理障碍？哎，可以了。那我想问你，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我身体很脏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啊，你这话是不是在侮辱我？不是啦，很奇怪。我当的是你阿舅你阿舅啦。所以你跟如果跟男朋友在床上的话，会有心理障碍吗？因为你看了这么多男客人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担心他不是真心跟你交往？你说我有心理障碍？对啊，就担心。不是，哎，可以了。那我想问你，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我身体很脏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啊，你这话是不是在侮辱我？我是说，因为你看过这么多男客人，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说担心他不是真心跟你交往？为什么要担心？我只是说你会不会担心？我为什么要担心？哎，酒店上班我就要担心人家不是真心跟我交往。他说你应该有这个顾虑啦。我为什么要有这个顾虑呢？就酒店上班又怎么样？那你们陪朋友去 KTV 唱歌喝个酒，你老公就要顾虑你是不是跟你的同事上床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不是，因为你的环境比较特别。我的环境怎样特别？那我们的客人都是很君子的，不是你们想象中这样啊。我是问说，你如果就是交到男朋友的话，就问一下嘛。不是嘛？不是啦，你们这个节目这样不行啦。你们现在问这什么问题？反正就是啊，对啊，这样问我是不是？你们现在问这什么问题？很奇怪，动作跟起 gay 哦，欺负人嘛？因为你就吃你的饭呐。哦，早些本都我找到你雇哦。不是，我说你吃你的饭。没有，我们在录影啊，这是效果啊。他们说我常常，啊，之前大家都公路的代志啊。我都讲你刚才公路来录影哦。对啊，怎么有障碍？只有怪过分去啊！你猜不？是啊。你电视台要做节目，为啥安尼做啦？不是，当初我们已经有沟通过了。沟通等于不讲内容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我们有讲，没有讲内容。有啊，我们有讲内容，比较重要。我们刚刚你有写出来，先给人家助理看吗？我都没看过了啊。为什么要给你？为什么要给你看？今天上节目是他，不是你。对啊，但是我是助理啊，我就要过滤啊。可是你们问问题，你们是助理嘛？都节目都给你做就好了，都没有好好。你怎么这样讲话，啊？你是没助理眼红是不是？我有助理啊，为什么没助理？但是我助理不会这么鸡婆啊，不会拿个便当来砸吧？不是，你们讲话很机车啊，不是吗？没有尊重到我嘛？可是你不能这样堆，你这样会把他吓到啊！把谁吓到？你知道把我们吓到哎？不是啦，哎，别讲惊，你让我看一下，我看你我就知影。哦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别插，好不？啊，若无你的代志，你就点点拢卖散，安尼好无？哎，啊，今仔日啦，我当的是你阿舅你阿兄啦。对啊。今天来上节目，本来就已经沟通过这个问题，会比较辛辣。沟通的时阵吼，伊无一条一条新闻看，你应该嘛是有助理的人，你应该知影嘛。那你应该去跟制作单位要啊。人拢会先跟你讲嘛，是嘛呢？人制作人我都嘛跟伊沟通啊，哎呀，主持人我嘛跟伊讲啊，我是亲家，所以我安尼跟你讲。少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帮富商跟艺人、女艺人，就是当过媒介之类的。你这是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银媒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是银媒，你看起来柔柔弱弱，我们以前交情也不错。然后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今天一直针对我。你现在是问什么问题啊？哎，你真白人嘞！你他妈是问什么问题啊？不是你，那是刚刚大声你糟蹋人哟！那你可以小声一点。你刚刚也是很大声，你刚刚是大声，到底是别人了？家里你啊？来啊！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没有帮富商跟艺人、女艺人，就是当过媒介之类的。我听不懂啊，什么媒介？媒介什么？就是你有没有介绍女艺人跟富商认识？介绍。我干嘛要介绍女艺人跟富商认识？这不是我的工作啊！你是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其实应该就常常在这个媒体当中都有听过啊，听说过，就是你有接触过这样子的吗？应该是银美吧？什么银美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是银美？对啊。我在问你，我没有说你是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呢？没有，我问你，你可以讲这样啊。对啊，可以，没有那个。你说个条文，你刚刚就有讲说要修饰，那可以柔的意思。如果讲白一点，可以柔，你是赞同李彦景的话，认为说我是银媒。因为你不是叫我们问话婉转一点吗？对啊，我有问你很婉转的方式。那你是赞同李彦景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因为就是介绍嘛，介绍嘛，是媒介嘛，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验？我觉得你们都搞错了。酒店干部介绍小姐给客人，这是天经地义，是唱歌喝酒。可是介绍女艺人给客人要干嘛？就色情交易嘛。那这种银媒做的事，怎么可能会是我做的事情呢？对啊，啊可以了。我觉得你看起来柔柔弱弱，我们以前交情也不错。然后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今天一直针对我，一下又说我淫媒啊什么，就是有的没有的。你刚刚说用白嫖这字很难听，那你不是你刚刚不是有教我怎么样问比较婉转吗？那我现在已经转了一个圈啦。不是啊，那我想问你啊。
我怎么想讲？你现在是问什么问题啊？啊，这位先生，不是，你真白忙嘞，你是怕是问什么问题啊？不是你，你问什么问题嘛？这位先生，你要是更大不了，你找他来哟。可是他上这个节目，他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要问的话。你们的问题要过定嘛？不是，对不对？这位先生，敢跟我自尊呐？这位先生，不是啦，哎，我今天到台戏啊，我到底怎么听呢？这位先生，你不要这样子。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不是，我是买龙，你叫来宾哦，恭维他不？不用这样对女生吧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节目的问题啊。对啊，你跟你巧鬼啊！我们有转啊，我们有转啊。啊，巧鬼，你讲天，你讲这种六来六去哦。不是，讲这什么意思？他没有这个意思。他在做呢，无去偷，无去抢，安尼就会使啊。不是，不是，是嘛咧？不是，这位先生，你太凶了，你为什么要凶他？口气好一点啊。多啊，我提来，你有注意无？啊，多啊，真客气来跟你沟通，吼。对。这就是阮助理的迄种职务，对吧？啊，即摆诶，啊，沟通掉，你嘛是安尼啊？不是，你不用这样对女孩子吧？啊，你若是不用这样对女孩子，你这样直接这样进来，然后凶她。可是本来就是我们节目的问话方式啊。你觉得你今天这样的行为是对的吗？你找一个这样子的人来。我们刚刚已经有，你也知道我们今天问的问题比较麻辣。你讲一台就是人身攻击咧，主头到尾。我们没有人身攻击，没有。我们刚刚有。你这样，你这样会吓到他们。但唔好惊，唔惊，我今次上节目，上节目可以带兄弟来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兄弟了不起，你搞清楚，不要这么大声哦，你可以小声一点，可以小声一点。你刚刚不要这样子哦，那你可以小声一点。你刚刚也是很大声，你代表是大声，到底是边个了？家里你啊！来啊！这就来啊！这位先生真的不要那么凶，算了，我们把录影录完好了。好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你这样子，我们怎么敢再问你话呢？我没怎样啊，我怎样？而且你怎么会找一个这样的人来搞得这样子？我觉得你要不要先跟你助理沟通一下，然后不要突然冲进来喊卡这样子。沟通什么？不，你要跟你助理不能这样子直接讲，根本内容有问题，我们可以沟通嘛，不能这样进来，要原谅他们。对啊，这样等一下会吓到小朋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就是你不要，他刚才是在对我威胁，是不是？那就不要，不是，而且他很奇怪，他都这样在身边传来传去，这个人很奇怪，谢谢，身份奇怪。Sorry， 好，没关系。自己会看错，这个还怪我。你凭什么骂你？那我看错他没骂成这样子，那我现在你看他看错，我只是讲一下也就不行。录影不是你一个人录，是这么多人。他只是讲一下，他们就全部都这样子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我就说好，开始录啊，没事啊。是你呢？慢点啊！慢点啊！你破我，这衣服撕就会赔得起吗？再说一次就好了。你赔得起吗？你赔得起吗？实话我就说怎么样？对，还是我先跟你讲哈。对。OK。现在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无得安尼讲啊！你讲到啥款？亚比基利，敲门啊！志向，你无跟我亚当有哦？你来这创？无啊！我讲这个啥？你是戆的还是笨蛋啊？你哪会使放这两条狗入来？你敢是无看到阮在讲代志啊？哈！你我呢？Joyce， 啊 ，Sorry， 好，还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讲，对，你想要做代级，好，开会没看到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自己会看错，这个还怪我。你凭什么骂你？啊，刚刚我看错，他没骂成这样子，那我现在你看他看错，我只是讲一下也就不行。是你是你。你也在你真的很带劲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很奇怪啊。好啦，你在觉得你干嘛啦？又不是我错。那不是你本来就这样子啊，我也是这样。真的很带劲，我真的想笑。我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人家淑盛姐 NG 马上说对不起？对啊。我刚刚有讲对不起，我忘词啊，我要讲什么？可是你刚刚是在我们逼迫底下你才说对不起的。那对不起，你刚电话响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是不是？好啦，好啦。